33分啊。江一阳再过一个，王蓝秋把姓名电话指示给他。拜佛过掉，哎呀，又是扣篮！江一阳今天第三个扣篮，是何诗，詹姆斯，詹姆斯是何炅。签约球员算是什么钻？金钻，80公斤。然后惊奇东西，毕竟两个三分的情况下，确实是这边投再有三进三分球。我们比赛当中啊，事实上不慢放，或者说你不放集锦的话，漂亮，这个脚步不一定看得出。哎呦，这球宋仲勋爆掉！啊，选择一个，选择要两分。球探的朋友啊，漂亮！别转身拉回来，中投。零起，然后再加上脚步，这么远，我觉得宋仲勋会投三分。现在需要得分啊！现在已经，哎呦，这个江一阳这个棒，第一个回放的那个扣篮啊，直接暴扣！看一下江一阳，哎呦哎呦！我觉得江一阳打得多一点啊！哇，可以！黄旗，要比分还没追上的时候，还是打两。哎，广开漂亮，这球可以。看谁的绝杀球啊！有聪明点，应该把时间打完。刘鹏半转身中投，太好了，漂亮！当时其实哎，开始秀起来了。哇，哎呦，漂亮这套 combo！ 打进。刘玉的身高，刘玉身高185，体重85公斤。哎呦，好球！张野他是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队的球员，大家截屏抽奖。注意问题啊，是宋仲勋是起爆。好球！这个。心情上面包括状态上面是会比较不爽，是哇，这一球我的天，你是要高一截的，但是进攻的机会。88公斤，张恒18岁就长190，这是庞焕来的进攻。喂，来了招牌，可以，漂亮。觉得江一阳和宋刘轩之一吧，柯阳是最起码18585公斤左右，绝了。对，转身过来中投，惊奇独立的中投，再次命中。我哎，还是有哎，我觉得就相当于长途跋涉，是积极的点赞，点赞上90000，给大家抽奖。括号，好快啊！后撤，这个中投有三威胁，堪比大赛水准，防不下来谁，反正就是。哎，这个时候选择中投，这是怎么投的来着？啊，分线的啊，这边听到打进，现在全网都知道是 B， 看一下朋友圈。漂亮，真是不一样。如果现场时间到了的话，江一阳有点难受了。这边中投漂亮，过掉半个身位了，补防。这样。